来了，秀一手新菜色 ，Miss Fortune， 可以关心一下花轮吗？要关心什么？他生龙活虎的死不了、啊。哎，你一千要还我没？你还？嗯，你1000，你真的拿的没有良心不还？没有啊，我赢了。我昨天被林国华骗1000啊，你们帮我评评理。他昨天跟一个高校闻风丧胆的人单挑亚速，然后我看到那个 ID 我就想起来，被他亚速狠狠举起来的恐惧。我记得那个亚速啊，太强了，所以我就直接说我赌1000啊，这把你出。结果他一进去说，哎，丁特赌一千你赢，你知道怎么做了吧？好。1人500吗？好，他们就他妈还没打，先在那边分钱呢。然后那把林国华真的赢了，你们认为这1000该给他吗？这是不是不诈欺嘛？这肯定是单挑无效吧？然后他还没打就说，哎，来，你故意输我分你500，干，雨刷都不敢这么明目张胆。快点，你们就要还我1000哦，还是有人要帮他还？有没有要帮他还一下？我真的没钱了，没有骗你。你看一个直播主，然后口袋里面1毛钱都没有。真的很可怜欸，我钱包里面仅剩的1000块，通通都就像被他骗去了，我只能整天吃泡面。你看我刚一睡醒，我就吃了一碗泡面，到现在什么都没吃。我今天睡醒就只吃一碗泡面而已，那泡面还没有料哦，就很普通的泡面，很普通的味噌泡面，就只有汤，然后跟几块葱花。哦，放了个屁，感觉超级臭的。哦，臭到爆！干林国华，你要不要闻？不要，超臭的。你是变态吗？不是，我就跟你说，我屁不知道臭几点的。放屁啊，叫我闻。那你闻到了吗？没。脑爆你！脑爆你！哎，我干你！三个闪，有病啊！我觉得这波我没亏哦，我真的没亏。你看他们下路掉3只兵了，4只兵了，但是你不要推啊！他干嘛推线啊？然后还有地大师浪费很多时间，他没有吃到罐。然后我这个有赚到23块钱，所以刚刚那波呢送400的手杀扣掉23块，我只亏了380块。哇！你为什么不输出啊？他一直跑哎、欸，他放弃输出雷欧娜，他至少扫射雷欧娜3下，这波绝对是1换1哦！我用我的懒趴保证，这一定是1换1的，怎么可能打成这样啊？你还搞到赵信一起死。哎，好低能哦！你看这雪球，几个雪球？哇，这什么意思？还想弄我啊？来啊！低能，还敢送头啊，伊大师！哎，完了，完了！干，我只是想放眼而已，被他弹下来剁了。然后我们 AD 还能跟我开玩笑，E大师很明显在等大绝，你还不去射他？我刚刚死亡就是为了养肥E大师，经济转移之术，让我的队友可以更加的肥滋滋。因为我这个角色我拿钱没有用啊，我这终究还是混分角，在那边丢一缓速，然后哎，就弄他，我缓到了，我这缓速太关键了，太他妈鸡巴关键了。这个大绝太他妈鸡巴关键了，直接屌杀！
直接一贯三，好吧，直接一贯三啊，硬是带走对面一个人头，绝。是吧？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哎，你怎么走这里？你在跟我搞笑？直接被我炮打一个闪现。但是我是建议你们要稍微后退一点，啊，不然要被他多爆了。爸爸来啦！我反着了，可以 kite， 可以风筝，我 Q 两个。你这个饭，你他妈零操作哎、欸！我很少嘴的没有操作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自己本身也不是说什么操作特别厉害的玩家，但他这个真的是零操作哎、欸！可以哦，他没到哦，可以哦，反着了，反着了，切起来！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再点，痛点一顿！哇，我是枪林弹雨，真的细节，我操你！有没有看到我那枪林弹雨？直接断他后路。再一个 Q， 枪林弹雨让厄萨斯进退两难。你有没有看到他很痛苦的样子吗？他被我这个枪林弹雨撒的，那内裤都湿了，尿的满地啊！这里通通都是厄萨斯的尿，满地都是，我没有骗你。哇！都停，都停！来，我们吃这个要不要？这样，我打这个让他以为夜曲走了，他现在就是以为夜曲走了。好，被我爆打，对，你到那，你走。我这，你不要过！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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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！哥哥，哥哥，哥哥，哥！他们龙刚吃掉，然后打野在左边，啥意思啊？啊！老豆，开喷！耶，有没有？有点东西吧，我这波，你看到了？要供起来，要供起来。胆小心，再开傻，哇，直接被傻死！你他妈有点东西吧？这波有点东西吧？怎么样？没事，我把他骗上来，我把他骗。我干你！进一次点，一次点，一次点他小。这都能攻 Q， 我真服了你了。他就只能走这条。他只能走这条出来，只有一条路可以走。你在那里硬要和，他这绝对是三宝，在路上他一定是三宝的夜曲。他就只有这条路能走，你就沿那边 Q 就好。你还往墙壁里面射，那是你爸当初应该对你做的事情，不是你现在对雷欧娜的事。这 Q 就沿着路刮就一定中，你怎么往墙壁里面射啊？我真没看懂你们。我不客气了，我不掩饰了，我本来那兵都会让的，想说啊。本来想说要推线的，那什么算了，不要推好了。真爽，这我的啦！我操你！有没有这个枪林弹雨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看好啊！看好了，我的蛋！高速投降，这投降倒是挺有效率的、啊。看到，